医疗单位伫各地区设立户外体检站，医护人员是地瓜咧进行体检，嘛造成因的体力负担真大。东北胡人社知道我们的所有黄衣人真辛苦哈，尤其那是裁剪站，而且最近咧做这个所谓的大型注射啊，那确实需要有一些工具啊来帮他们在执行勤务的过程当中比较不那么辛苦，那所以他们就想到所谓的冷风扇哈。所以这边谢谢我们东北胡林社，我们的全部赖社长，那特别召集他们的社友大家一起捐款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这段时间我们接受了很多人给我们的捐助，那很多的捐助对我们来讲都是及时雨。那底下谢谢胡林社对我们长久以来，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地区的胡人社，实际上对嘉义县帮助都非常的大。嘉义丹北胡人社又感医护人员的辛苦，日前捐赠17台大型的水冷扇，以及45桶次氯酸水，要做防疫以及台江专区来使用。我们就开一个线上的理事会哈，那就大家一致无异的通过来捐赠这17台的这个大型的水冷扇哈，来给我们这个疫情来使用。那因为在这段疫情的时间，我们发现说我们医务人员非常的辛苦哈，他们每日每夜的哈，然后可能也没什么时间休息，一个有短暂休息的时间呢，就躺在地上或是趴在桌上在休息哈，真的非常辛苦。那时候我们希望能借由这个水冷扇来捐赠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在疫苗接种的这个过程呢，能够不用在燥热的环境下，在舒适环境下来为我们人民来服务，这样。东北胡人社社长赖全副后友，在疫情期间，邀请社会各界做伙发挥爱心，合作医护人员，并且爱照顾好家己的健康，减少疫情的影响。也希望借由捐赠水冷扇，让疫情会当早日降温，回归原本的生活。记者黄佩佳关采访报道。